这是你欠的100万，连本带利300万。我老板，啊，可能贵刚刚俩，比差八万哦。没钱还呐、啊？你女儿有钱呐、啊？啊，不然叫她去卖好了。好了，还这么漂亮，生意应该很好哦。不不，大大，钱是我欠的，我还你，吼、哦。啊，跟阮查某囝无关的，拜托你，你唔通去找伊好无？拜托你，好大。捡起来。里面的钱是要给你的，你欠的钱也不用还了。谢谢。但是。必须要帮我做一件事。哎，各位安诺。等我一下，哦，对，交袂出来有代志，我来处理一下。好了，看到大哥这样子嘞。哦，前面路口放我下来。五哥，我停车，我会放你。你也塞了啊！你啊，来了，可以回家。我昨晚买啥物件？安怎？我感觉今日怪怪哦。你家己较注意，哦。我知啊。现开。无啦，无代志啊。我是讲吼，最近我是讲，啊对啦，啊你这两天有甲丽丽见面无？我欠钱吼，爱偌济？无啦。我知啦，阿妈你别烦恼啦。想讲要甲你开讲是，好啦，你刚才讲啊，无啦，好啦啊。